哎，真是倒霉啊！这都快到大年三十了，高跟鞋开嘴了。啊，本来想着大年初一出去炫耀一下呢，这下好了，关键时候掉链子。丈母娘，丈母娘，丈母娘，我来了。慌慌张张的干什么呢？好事啊，好事！我的高跟鞋都坏了，还能有什么好事？你看，这是我给你新挑的高跟鞋，喜欢不？是送给我的。对啊，就是给你的。昨天晚上我看你直播的时候，那一双高跟鞋都开嘴了，所以说今天特地给你新挑了一双送给你的。好啊，有了新鞋子必须要庆祝一下。搞这么大场面啊？必须的。不，安静点。怎么响两声不响了呢？哎，这些湿水泡都不响了，算了，不庆祝了。搞这种湿水泡都不响了，还庆祝？哎。